伦多网上电视的观众大家好，我叫维凯。多伦多网上电视从这个星期开始，每隔一个星期也开辟了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台湾广角镜，英文叫台湾 Focus。 那么这个节目呢，是环绕着台湾目前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来邀请对这方面比较有主见的嘉宾上来跟我们讨论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要第一次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这个题目是，就是后天台湾的立法委的选举。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文史学方面的专家，一位是左光轩，左光轩博士，他是前东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另外一位是苏根哲苏教授，他原来是珠海大学的文史系教授。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就是台湾的立法委选举。那么后天台湾就要选出第六届的立法委员，那么这一次参选的一共有386个候选人，从这386个候选人当中要选出168位那个区域立委，那么另外还要选出8位侨选立委，还有8位原住民的立委，还有41位是不分区的立委，总共是225位立法委员。那么在选举前，泛蓝跟泛绿的阵营都大声几乎说要过半，因为他说泛蓝说泛蓝过半就两岸不会打仗，那么泛绿说泛绿过半国家不会乱。可是呢，民间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声音，就是泛指联盟，他说不论谁过半台湾一样乱。那么在今天选举的前两天，我想请两位这个历史学专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看，到底这个泛蓝过半或是泛绿过半对台湾的政治生态跟台湾的前途有什么影响？我想先请教左光轩博士。你刚刚讲的这个泛蓝或者泛绿啊，任何那个一个派系啊，过半的话，台湾的政治这个的走向是不是会好？照我看来，我很赞成你刚刚的引言的确是会再乱，继续会乱啊。那么我的观察是，泛蓝当选的话呢，就是过半的话呢，泛蓝的这个政治诉求啊，它要一直追打下去。纵使今天我们看见美国人反对反对他们这种做法，当然这个反对讲起来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手腕那么因为是对付中国大陆这个。但是假如这样子中国这个泛蓝呢泛绿这个得过半的话，那这个将来这个诉求越来越深，我相信陈水扁政府不会让这个泛绿就变成这个就慢慢的消失，他的这个主张就会追回到2008年修改宪法新宪法产生这个对将来台湾的前途非常非常的堪虑。那么泛蓝当选的话呢，过半的话呢，其实泛蓝这个过半的话，也有内部很多的问题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争执从李登辉这一派系分出国民党之后，到国民党就分裂之后，要整合这个泛蓝的这个阵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这个还有最主要就是这个民意已经是不能够控制，说是哪一个支持多这个泛蓝或者是支持泛绿差不多这个势力就是没有办法再划分，所以这是一个分裂的这个一个状态，到处怎么样子两个派系都是分裂的一个状态，照我看起来这个局面是非常非常难收拾的。苏教授你的看法我是觉得这样的如果这一次是泛绿过半的话那我相信说泛绿方面其实呢他并不是很想说就现在就跟中共来大干一场了，来打仗了我觉得说他们很多时候推出的这个走向台独的主张呢，其实都是为了选举的时候有一个议题，提出一个议题，然后呢就领先民意。那当然这样子我们就看得出说他提出走向台独呢是有他的民意基础了，不然他都不用作为一种选举的手段。
那如果说他在国会都过半了，而且他又执政的话呢，那我想他对于这个台独的趋向呢，反而是会比较放松呢，因为他已经有了执政权呢，又有了国会的过半呢，那他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搞起引起说太过紧张的事情呢。那这是我个人有一点这样的看法哦。那如果说泛蓝过半的话，那当然其实就是维持原状嘛。那本来现在就是泛蓝过半嘛。那泛蓝方面，当然他内部左先生讲的很对，他内部有很多的问题的，比如说世代交替这个问题啦哦，就是说这个连宋两位领导人以后怎么样交棒，那马英九、王金平怎么样接班啊？本土派跟这个外省级的怎么样冲突，那都是很大的问题的啊。不过呢，这个跟整个国家的局面关系可能不是太大，因为都是泛蓝内部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说，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泛蓝跟泛绿都不过半而是说等于说没有一个可以说起一个主流的作用，那就是说那些无党籍的立法委员呢变成了关键的少数了，那到那个时候呢恐怕更加混乱了哦，就是说大家要怎么样去争取这几个人，这些无党籍的人其实是最难搞的比泛绿的人比泛蓝的人更难搞的，什么李敖啊，什么陈文茜啊，这些人呢他们一点都不会安分的哦，不会照牌按牌理来打牌的，那到时候工会一定更加混乱的，这是我的看法。那个说是如果说泛蓝泛绿都不过半，这种出现的可能性可能像还蛮大的，因为尤其是泛绿它必须要结合台联，如果说他们两个联合起来的那个席位并不是超越泛蓝很多，只是一两席的话，很可能像无党籍跟台联就变成他一个筹码，是不是？对，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会更乱。是相反的，就是泛蓝假如他也少了几票这个差距不大，这个无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呢，也是他们争取的，他就变成奇货可居了，对啊，就而且这个无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职数都是很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实在讲起来，台湾这个立法委员这个选举这个职数是非常差，非常非常差，非常低所以你看看这些选举人这个职数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形象讲起来，这帮人都不是都可以打不合格，我是做老师的，我给他打不合格的。就比如陈文茜来说了他议会也搞这个，议会也跑到那边去，根本是没有一个所谓理念的就是一种权谋的运用而已的。但是这种人呢，在台湾很受欢迎的。台湾的立法每一次选举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是选情一绷紧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弃保效应，或者是说是配票。那么所谓配票，就是说在某一个选区，如果说同一政党的几个候选人其中有些人声望很高，有些声望很低的，那么声望很高可能把票都吸走了，让声望低的全部落选这样的。那么现在配票就是说，希望声望高的他票能够配下来，让更多的人当选。弃保也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认为说，反正他没希望了，把票集中到别人身上。但是这个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上很少听到这种情形。我想请教两位专家，你们很简单讲讲，你们认为这合不合乎民主政治的一个理念？这个完全不合乎这个民主的一个政治的理念。我想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团体里面呢，这种手法可以做得到。比如讲一个社团里面的一个机构他们要选举这个董事或者选举的可以，但是您是个国家的代表，这么多庞大的人来做选举，而且
它这个效用很大。你虽然说是这个细胞啊，很糟糕的不活化民主的这个途径的，但是在台湾的选举历史上，已经好多次证明细胞是可以啊存在。赵少康啊，就是因为细黄啊保存嘛啊，所以陈水扁当选的台北市的市长了。那么再讲了、啊、宋楚瑜啊，这总统啊啊，他就是因为连战在叫啊，国民党那个时候在叫啊，宋楚瑜已经垮了，你们赶快把票给连战，因为连战给陈水扁的很接近，这是2000年的总统，也是细保之西宋保年呐 啊这一下果然宋楚瑜30多万票在这个台北市垮掉，就是马英九嘛，这个马英九他讲话宣布。啊，他同那个当时的外交部的部长啊，他们两位啊，宣布说是我们已经知道确实的消息，我们这个宋楚瑜已经是下马了，这个跌下马来了，不可能再上去了，而且我们这个连战的票数啊，跟陈水扁真是差的几乎是百分之很少的点数，这我是亲耳听到的，我在台湾我亲耳听到，我也看见这一幕，细胞啊。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上面的确有它的这个作用，但是今天看起来啊很糟糕很糟糕，这个细胞这个事情啊同志这个配票的事情啊，这个民主的过程啊是非常非常这个要不得的一件事情。苏教授你的看法？我是这样想呢，在台湾这个事情都很有争议性的，我看到近来呢就很多文章在争议这个事情的，那我觉得说是这样，比如说啊，现在是选这个立法院会议员哦，那这个选民根据某一个议员的表现，他愿意把这个票投给这个人哦，但是现在就为了某一种理念哦，就是说比如说他希望泛蓝过半，他就不能够把票投给这个议员，而要投给一个他不喜欢的议员的、嗯、啊，那这就是属于配票嘛，哦，是配票。那这其实本来呢是不公平的，是不是？也不是一种很光明的做法。但是呢，我们又可以啊比较抽离一点啊，说为什么这个选民愿意这样做呢？他是不是给人家用暴力来逼着他这样做呢？其实不是的，他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理念。就是说他希望泛蓝能够多一些席位，然后泛蓝的理念呢能够在立法院里面贯彻出来，那这一点呢比某一个议员本身的表现更重要，他是有这个考虑在里面的，就是说啊，这个整个泛蓝的理念高于这个议员个人的表现，变成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争议呢我觉得其实都很难说是谁对谁非了，比如在香港的立法会选举也同样有这种情况的，也有配票的情况的。那比如说何寿兰啊、李柱铭啊就是因为配票出了问题，结果呢何寿兰表现很好的议员都落选了那是配票出了问题的。所以配票本身也有危险，也有冒险的，也有风险的。哦，那它到底是对或者是错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考虑的。但是基本上是不是你认为它是我跟民主政治是不太贴近。我觉得说，因为它不是说给人家用暴力逼着他去这样做的，而是他为了另外一个他个人认为更大的理想。他愿意这样做，牺牲了他对议员个人的表现，那所以这个说是不民主，好像也有点疑问的。好，那个接下来还有下面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曾经有政府，就是民进党的人提出来说，台湾的立法委员太多了，台湾地方那么小，要不了225席的立法委员，主张减半。那么他一提出来说是立委减半，国会不乱，这是民进党最早提出来的一个八字真言。但是后来呢发现呢，这个修宪一定要先修宪通过才能够改选举的这个制度，那发现呢一直拖延了好几年，拖延到本来是说希望第六届可以把这新的办法实施出来，就是说把立委从225席减成113席，
然后呢将他任期由三年改选一次改成四年一任，就跟总统副总统选举一起来，那么而且要取消立委在国会的言论免责权，免得他乱说话。那么当然这个理念在野党跟执政党都一致同意，可是一直都拖着没有通过，也没有完成修宪。那么民间就认为说是不论是在野党跟执政党都认为都担心说他们这个如果一旦立委减半，怕失去自己的一个政治的这个舞台的力量。根据一项数据显示哈，比方说加拿大，我们加拿大的人口是3100多万人，国会议员是301席，平均来讲是10万4千人有一个国会议员。美国有2亿7500多万人，他选出435位众议员，平均是63万3千人才有一个众议员。那么日本他有1亿2700多万人，他有480个国会议员，所以他平均来讲是26万3千人有一个国会议员。那么用这个数据来看啊，台湾的国会议员以他代表的人口来讲，选民来讲就不算多，99000人，台湾是2100多万人嘛，2200多万人，那么225席的话就是99000人选民代表有一个国会议员。可是也有人说台湾地方这么小不需要那么多，不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大。那我想这个问题请教你们两位，你看看这个苏教授，你或者你先讲讲这个问题，你认为说是不是减半？如果是根据这个数据的话呢，就是说台湾跟加拿大是很接近的，很接近。那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呢，就是加拿大的面积比台湾大得多。那比如说这个议员要代表他选区的人民的利益的话，台湾是很集中的，就是说他要去探访选民，或者是选民要去跟他沟通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在加拿大可能要坐直升机才能找到这个议员的，是不是？那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有差别的。那我认为说如果是减掉一些议席当然也有好处，但是我认为说其实它的支数并不是因为减少了议席就可以保证的那就这其实一个支数是决定于选民的支数就是怎么样的选民就会选出怎么样的议员出来的。我认为这个不要倒转的这个因果那就是说如果是国会多一些对议员的规范那假如说如果是在国会里面打架，那会有怎么样的惩罚，或者是这个言论的免职权到了什么地步，这个范围对这个议会乱不乱呢，是会比较有一点保证的但是我们也是会担心说他的规范太多大家都不敢讲话的，那怎么办呢？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议席的减不减呢，跟议会的职数关系并不大的。我想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来是很早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差不多20-30年前呢，也有人在建议五权宪法里面我们不要根据五权宪法把所有的都是跟到他们来走，什么考试院监察院就全部应该废掉这个很多人讲过。立法院那个时候也是主张减少人数至于减少很多好像更少，只有八十个人的样子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目前呢已经有第一步做到的，就是国民大会这个已经去掉了。我相信无论是绿的这个泛绿或者是泛蓝他们现在目前就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选举是当然没有办法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将来的情景如何。我看我的预测是将来什么人执政的话会朝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职数很重要，立法院的这个职数很重要，你代表一个国际的形象，你找的立法委员只有钱的你就可以当选，你这个做黑道的也可以当选，这个都不对。所以当初民进党叫出来的就以为他们自己因为是形象很好所以认为自己这个民进党的人都是很清新的学者型的，现在也不进来。民进党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也是这个背景都是有黑道的背景，也很多也搞这个金权的也很多。所以呢到最后假如是陈水扁执政或者是这个国民党
执政的话啊，一样的会朝这个方向走。减半是势所必然的，对这个国会的一个形象，对国会的将来的这个前途啊会要好，因为精简最主要精简，这个人呢太复杂。老实讲，全世界任何一个议会啊，没有像中华民国的这个议会啊，里面是官呢、啊、在受备询的时候比这个立法委员要多啊。这个有一次我这个坐汽车啊，碰见了这个一个的士司机，他讲你有没有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这个人大。那你看每一个人都到齐，那我说你这开玩笑，人大是不同嘛，人大因为他是集权的政治的，他每一个人都一非到不可要点名的啦，你知道吧？但是呢，这个台湾这个也是背道而驰的民主啊，你这个没有小猫四五只啊，立法委员就是咨询20多个、30多个这个政府的官员，这个是不对，所以精简，要真正要好好的来检讨这个立法院的毛病。现在台湾被批评最大的就是立法院。这个在立委投票的前11天啊，那个台湾一个蛮著名的一个学者组成的团体叫橙社，就是由大学教授组成的，他们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就是对第五届就应届的所有的立法委员做了一个评估报告。他是根据他这些立法委员出席立法院院会的记录，根据他的对于利益回避这方面的这个行为，根据他在立法院的言行，还有根据他们这些立法院是不是涉及司法官说这方面就是利益冲突这方面，那么他的评估报告出来的结果有45位立法委员是被列为不及格，就是表现非常差的，另外还有62位是列入负面观察名单，那么这两项加起来就已经有107位了，那么立法委员总共是225位，那么几乎是占了一半，49.7%啊。立法委员表现这么差，证明说台湾的立法院的素质不高，平均素质不高。那么，但是立法院是选民选出来的，怎么样去提高立法委员的素质哈？我想，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可是我想听听两位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我想先请教左博士。我想这个陈社，他们一向的这个观摩啊，可以说是时好时坏，因为这个公正呢，有些时候他们的这个判断呢，并不尽然。当然，我要讲的是，他所提出来的这么多的人当中啊，至少有一大半呢，是绝对是符合他们的这个审查的这个一个名单的，就是有问题的啊。那当然了，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职数的问题啊，不外乎是几个大的要点。第一，就是立法委员的选举的文化本身出了毛病啊。那个就是说，你非要靠，比如说是黑金，你不靠黑金的话，你没办法当选得到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某某这个控股这个股东很多，这个手上有很多的这个投股这个股买股票的这个人呢啊，结果他说他要出来当选，而且他出来之前，你看他说我一定会当选，因为所有买股票的人啊都会投他的票啊，那结果他果然被那个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文化的低落啊，这个不能说是仅仅是怪负这个立法委员的职数，当然我们讲的普遍的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文化很低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你在国会里面你所的造势啊，你常常喜欢造势，国会里面的这个表现很这个冲击性很大的立法委员啊，这里面很多那个城市里面的很多啊，比如他把李庆安也摆进去，我就没有想到啊，这个好勇斗狠这一类的，对对对，好斗，而且你就是想挑逗这个整个这个议题啊，争论性的议题啊，把它争论起来，在立法院里面，他这个对他讲的对立法院的形象不好，他是从这个方面来打分数。我想啊，唯一的方法对这个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职数的这个提高的话呢，有一点是最主要的，免职权，绝对要免职权。免职权就是讲他们做错事讲错话，一样是像老百姓一样的受
成为受制的这个法律的，就是、取消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言论免责权。言论免责权、啊、不能够乱讲话，不能胡说。不能胡说。有的人呢，就是借着这个免责权跑出去，我在这个立法院的范围之内，我可以讲这个话。嗯、我踏出这个立法院的大门呢，我就开始就讲另外一个话，这个不对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你犯法啊！你犯法的话，他一样的。所以只有这个发言，这个免责自己发言的这个权利的话呢，才可以啊有这个。那么当然呢，立法院向来是啊这个纪律啊很搞得很糟糕，没有一个你送到纪律委员会，这个纪律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控制来做任何事。好多次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呢、送进去，譬如。那个罗福柱啊，讲一个啊，这个人打架打得一塌糊涂，结果他不是不了了之，很多事情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法院的文化的支书啊，是一个很好看律的一个情况。说要什么呢？我觉得说这归根结底呢，还是老百姓的问题了。就是说啊，比如说老百姓为了一点点的利益，把自己的票卖给人家哦，啊，最近查到的一单呢，是1000块台币一张票哦。这么便宜是啊，那你为了1000块台币就把票卖给人家，神圣的一票嘛，是不是？那选出来的怎么样的支数，你就是为了那1000块就不管这个支数的了，是不是？那这其实是选民本身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人在立法院里面用这个打架的方式来引起媒体的注意哦，那这其实还是老百姓的问题，因为媒体注意到他。问题就是说，他要吸引老百姓的眼光嘛，吸引他的选民，吸引他的选民嘛。那这个选民呢，就是为了这样子啊，给媒体一炒作，你就去投票给这个人，那还是选民的幼稚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立法院的支数归根结底呢，是选民的支数的问题啊。但是，台湾的平均教育水平都很高啊，那这么就是说，台湾的选民本身。这个教育水准高，跟他选贤与能这方面没有配合的好，是完全没有配合好，而且是脱节的一个现象。是。那么后天的投票就要选出第6届立法台湾立法委员了。这个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是很多人对这次的立法委员选举都表示心灰意冷，就说。有3/4的上班族，他们表示他们不会去投票。那么据我所知，海外很多这个台湾的选民啊，台湾的侨民啊，他们有投选举权的，他们也回去的也不多，不像上次选总统这么踊跃。那么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太选举太频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他们认为说，这个不论谁过半，他们都认为说对台湾不太期望台湾这个政治生态会有所改变。那么不论如何，立法委员选举是一个台湾选举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还是全世界人都很注意，尤其是华人。那么我们拭目以待他的选举结果。那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也谢谢这个左光轩博士跟苏根哲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再见。